姐姐，你还真是锲而不舍啊！我这正在睡觉呢。这都几点了，大哥？行了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啊。楚墨给了我2014年李慕言交所部分在职员工的通讯记录，就是发生车祸和李慕言交所关闭的那一年。你帮我去查一下，这个名单上有谁可能和我父亲的车祸有关？ 聊这个我就不困了。成，你发给我。嗯。哎，你。 这搞什么啊？喂，刺激了，刺激了！你给我的5个人名单啊，我全部都找了一遍，根据地址兜兜转转的，只能找到4个人，2个移民，1个生病去世，还有1个叫朱月的呢，他竟然进了精神病院，正好跟发生车祸的那段时间吻合。 朱月所在的医院不会就叫颐和综合医院吧？你稍等，我查一下啊。还真是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？